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俊华班老师，欢迎收看爵士鼓教学。好，今天要教的一个新内容叫十六分音符打法。好了，十六分音符打法就是我昨天有一个新的打鼓，中国打鼓男老师，就是他年轻的打鼓男老师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这我放任的男老师就是教我的，他写的鼓谱就是教我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示范第一个，那个是手法比较厉害，右是这样。好吗？好，去一下我们的节拍节拍器，现在开节拍器，谢谢。好，就是第一个内容是十六分音符的右左，好，开始，听到好吗？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个内容是双点，然后我说那个右左，就是我上一次从爱丁青年就开始的那个双跳，中国都念双跳，台湾都念双点。好的。双点就是我的学校专业老师教的那个双点内容。好，我们来教右左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好吗？好，看到125的输入，开始。然后好吗？好，开始。这是第二条的双跳。好，第三条是，懂吗？好，那就好，对。好，第三条是右左，懂吗？好的，明白。我们现在开始，第三年开始，右左，一二三 ，stop。好吗？就刚刚忘记念的那也是，念是这个。这太快的时候手都给爆粗了，四水果的时候应该爆粗了。好，今天教的内容是十六分音符打法。好的，然后给大家示范。好，这然后十六分音符打法，这我这个课教学是第一节课。好，我们下一节课第二节课再教大家的那个 groove 或打法的部分。或打板的那个哒小飞舞的也可以打到同部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下一课再教，我说下一课再教，就是 group 的部分是，然后打板地的那个，然后是一二。然后我说那个右脚脚踩大鼓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一二三四，然后这个左脚踩踏的 high hat， 踩踏 high hat 是这样，然后是咚起咚起，那个还是咚起咚起，懂了吗？好，我们下节课见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